甜蜜的工作，甜蜜的工作，我想好了没？哎，珊珊。哪个年代的？80年那会儿的，可能是。对。可能他这演的有年代感的。对。来了，啊来了，空手来的呀？给你带了一个呀，最浪漫的礼物。你看，我就说呀，留胡子的男人最浪漫了。来，给。哎呀妈！你最爱吃的糊肘子，个熊样的，酸泥呢？呀，忘带了。哎，但我给你带了另外一样东西，还有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真高兴！你看这是啥？哎呀我的妈呀，这是啥呀？你不认识，你反应那么大干啥呀？这叫录音机。这不是听说你爱跳舞吗？我就攒钱买了这么一个。有了它呀，咱以后就能整天偷偷摸摸的来跳舞了。哎，这玩意儿一摁就能出歌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能摁一下吗？来，按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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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啥呀？这是我花了大半年工资买的，你别弄坏了。哎妈呀，那这不响啊？它缺东西能响吗？缺啥呀？你看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又是啥呀？告诉你了，不认识就别那么大反应。这叫磁带，有了它，它就能响了，是吗？来，这个呀，放进去，一摁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干啥的？三更半夜搂搂抱抱，干啥呢？同志，我举报。你说他是臭流氓。啊，同志是这样的啊，收着。我的妈呀，那舞都跳了？跳啥舞啊，日子还长着呢。哎呀，你干啥去？我给他吓晕了，给他送医院门口去，别闹出人命来。嗨，年代处对象的那个哎呀，今天呢是我俩结婚15周年纪念日。这15周年里啊，这舞说跳就没跳上，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给他跳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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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总来这边，来来来来来，老公这，哎呀媳妇儿，结婚纪念日是吧，差点忘了，来来来，跳舞，给你的肘，不跳跳跳啥呀，日子长着呢啊。张总请这边啊。哎哎哎哎，我打算让他干一个，介绍一下呗。啊，这个呀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张总。哎呀，这生意做的特别棒，女强人。我让你介绍我。这贱内。张总这块，哎哎哎哎哎，干啥骂谁贱呢？什么时候骂你贱了？贱内，内人的意思。内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好。张总、这边这楼盖起来之后啊，咱们就啊，一看你就是个贱内人。啊啊啊！不是，人贱内啊。啊，我想起了，你是内贱人。你别说话了。贱啊！张总，他没文化，咱聊项目的事儿。这大楼盖。停。我呀，就不在这犯贱了。您和您那个内贱人呐，慢慢吃肘子吧。张总，太奇怪，张总，肘子，我的妈呀！再见，贱人。你是不是有病、啊？你在家不挣钱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还搁这添乱呢？你就是没文化。现在嫌我没文化了啊？你被内贱人给我喊啥？刚才你再喊一个我听听。撒开我！啊、你再喊一个我听听。你撒不是，你再喊一个我听听。住手！干啥呢？同志。我举报，他是臭流氓，他调戏我。哎，走派出所。你等会儿，凭啥跟你去派出所？刚才那大哥说你调戏他。你刚才叫我啥？大哥呀。你过来来。啊，过来。你干啥呀？啊，
啊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，别上脚，你干啥？他叫我大哥。你让你真是没文化呀你，我跟真服了你了。你干啥去？给他送医院，别闹出人命来。最美不过夕阳。演到九几年了。温馨，哎呀，嘿，真好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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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刚才呀跟你呼肘子去了，刚出锅。咱们今天呢吃着肘子跳着舞老美了。对，这30年呢都是工作忙工作忙，这舞一直没跳上。今天我退休了，咱敞开跳。好，咱整一下吧。整一下，来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又是他。啥也没干。啥也没干是干啥呢？他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啊。你干啥呀？今天小攒个阻止咱跳舞，我今天就跟他拼命。来来，妈，爸妈来干啥呢？哎哎，咱闺女，这是咱闺女。等会儿，哎，有啥事快说。哎，爸，我加班看孩子啊。啊啊，看看，快走快走啊！哎，等会儿啊，把他扔医院门口，别出事儿了。哎呀，啊，你说这老头一天欠儿欠儿的。哎呀，你说这年轻人现在生个孩子，赶上跟我们老人生的了，天天让我们看着，整得我们一点没有私生活。带着外孙子一块跳能吗？这有啥不能的。哎呀妈，这咋的了？这是估计是饿了，喂奶吧。哎哎，我拿啥喂呀？我说回去冲奶粉。那这舞还跳不跳了？跳啥了，日子长着呢，走吧。你说这事一天天整的，你说哎呀哎呀。哎呀，老头儿，哎，还记得这儿不？啊，咱们呐，50年前呐，在这儿想跳一支舞，这一直啊就没跳成。哎呀，老头儿啊，明天这个公园就要给拆了。以后咱过结婚纪念日，咱就没地儿过去了。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今天咱一定把这支舞给补上。来，老头儿。完了，老了，老了。你干啥呀？不知道会不会跳。老头子。干啥呢？哎，任时光匆匆。